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今天都是裁判爱子球，快，我们走！想看戏法吗？先把刀补了，把刀补了再给他打。我准备好了。喂。这个点火是什么说法？太明显了呀，你这个 Q 闪。晃当小学生是吧？我靠，他拉到我直接挂点火，这人。我们神哥点了下波杀他。控我线好像，还是会玩的呀，控我线。但他控线我们也得走。不错。宝石这个奶有点厉害，我靠！宝石这个奶，不过还不错。再戳一下，完美技能全躲着戳他，我越他的塔了，各位。他死了，没 W 的这波，没 W 没闪现。给他踩了。我拉出去，来枪杀吧！好像我一个人真越不掉，来吧，飞了！我一个人还真越不掉，打不了好了。这波兵都能吃到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这么狂吗？沉到海底去吧。我想推荐去幽朵，铁男不好杀，铁男不好杀。你开眼吗？快，我们走。不准吃。OK， 爽。看能不能逮到千珏。没兵线啊，下路。你别浪费时间了，这个线要是能推进去就很越了。推，有点推。我准备好了。推了一波线。
他就一个多兰盾，随便干，随便干他的。铁男真的是数值怪，我一个多兰盾，他差点反杀我，真有点可搞笑吧？我靠，我什么装备，他什么装备啊？哇，他就一个斜的跟多兰盾，他就差点反杀我。反正我还躲了他一个 Q 啊，这个 Q 不躲了，我真死了。数值怪真的挺离谱的，我觉得就一个多兰盾，真的就一个多兰盾，那鞋子能算装备吗？我靠，我一个杀人戒，一个一千一，我没想，不敢想，我装备领先他多少钱？我腐败，我领先他1450块的装备，等于说，关键我是躲了他一个 Q 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没躲到 Q 更没得打，我还要躲他技能。Q 是简单的 Q 是很重要的，哎，他还躲了的。就和游泳一样。不屌他了，我要抓波比。别怕，波比这个状态，没闪他就死了。奥拉夫应该有闪现，奥拉夫有闪现，他应该有闪现。一起来躲他技能，来一下 A W 带走，救一下。你去中吧，中吧。波比应该是有闪现的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家路灯了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他哪里躲我鱼了？我的鱼是伤害打出来了，他那个 W 没躲掉我的鱼啊，他那个 W 什么技能都没躲掉，知道吧？这数值太高了，我感觉。先清兵吧，我们这波卢登是打不过我们吗？这是什么鸟装备？半点装备都没有。我准备好了。吃一层，今天我想让南墙把这个放中路的，他们应该回家了。吃一层上了，他放下路了吗？踩在浪花上，是他不屌他。他无能狂怒啊，逮不住我们，逮不住我们，看你个眼气不气，他气啊，
我的鱼没了，我的鱼进入他的二次元空间了，快，不然感觉能遇到他，遇不到他就闪现了，怎么办？他领域展开了。不先回了，打开了就可以。就到你前面。嗯，再吃一波先，再吃一波先，买个鞋子加上书。我在哪？你在哪呀？算了。还没打到干也干不了我，先这个线一定要吃的。我们走。不是 bug 呀，就是这样的。他那个空间结束的时候，你喂鱼，那就没有鱼了，不是 bug。技能。上个电视吧，这把已经拿下了，各位。喜欢主播都能参与一下啊！想跟这个想让号主打号的啊，不是想让主播打号的可以参与一下啊！大师以上打一盘，大师以下赢一盘，只要一毛钱就能参与，有机会中奖。喜欢主播都可以卡牌的，各位。再扎波波比。各位啊，大师。波比要杀他两次，整个大吧，没必要放大。出生欲这么强，这也放闪现啊？你太强了。他奶妈吧，他那个能摊住。我闪现的话 ，Q 他就被摊住了。不行，他奶妈上了。准点上票，给点了。阿残，大刀也救不了你啊！一起来一个 Q 带走，等他交了闪现，我们再上啊！520跟3的数据还是很完美的。